Baba.他们两个马上要下岗了。我要打冰。马上呢要下岗喽。报机还没回来了，报机回来。报机回来就下岗了。那这边几个人？下不了。这个时间太长了，这样子，来，就是的，我的妈，这样打我的妈的，一天能打多少了？就是的，他妈的这么乖，他妈忙就给我蹬的吧。啊，那块砖，我怎么送的？拐。怎么就是？听不见。这细条了越少越好，你包装夹回来越好包。你即便夹得紧，把那两个螺丝送来，都要回一点的比较方便。装不破就可以。装不破就管。能夹起来就管。你那夹上了，不就等于说那个了，收起来。没破就行。